方你们看到的是《全面战争法老》的宣传片，这是 CA 将于今年10月推出的全战最新正作。近三年前的《全面战争传奇》特洛伊啊，为法老这部作品呢铺了路。当然了，法老也做了一些改变和革新，不过现在呢还无法展示。首发技术版呢会有八个可玩派系，埃及中呢有拉美西斯、赛提、陶斯瑞特、阿蒙、麦西斯四个派系，迦南有贝、伊尔苏，赫提有库伦塔、苏比、卢里乌玛。这些派系名怎么说呢？看着就让人不想玩。你要是改成什么曹操啊、刘备啊、吕布啊、陶谦啊、张鲁啊，我相信想玩的人啊也会多上很多。法老呢是 Steam 和 iPad 双平台，价格方面呢，基础版是50英镑、60美元和60欧。如果以美元换算的话呢，就是420人民币。啊，当然了，我们在 Steam 上国区价格会便宜一些啊，应该是卖不到这个价格。不过考虑到《战神3 DLC 都要卖到120-130了，你们说这最新做的法老会卖到多少钱呢？豪华版这里呢是60、72、72，王朝版是77、91、91。豪华版是包含了一个 DLC 包，然后王朝版呢是包含了四个 DLC 包，相当于豪华版啊是花了90块钱得了一个 DLC， 而王朝版呢是花了220块钱得了四个 DLC， 换算下来的话一个是50多，确实比较划算啊，但是呢也一定要小心不要落入资本主义陷阱。看似不太划算的豪华版呢，其实就是为了反衬王朝版的划算，这样的话让你掏更多的钱去买游戏，所以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购买。预购游戏的奖励呢是早鸟周末的抢先体验机会和众神化身和夏达纳之星的装饰包。文本字幕支持简繁中，完整音频支持中文普通话。不知道你们对 CA 推出的这一款最新的历史全战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区留言。